叔叔阿姨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牛肉。好嘞兄弟们，咱们开始了，快点拿过来。今天咱们做水煮牛肉，以前做过一次，孩子们特别喜欢，咱们今天再做。大杨先把牛肉切一下，大杨现在刀工有长进呐，每片肉我看切的都还挺薄的，兄弟们。小猴子在那里捡干辣椒，一会儿咱们用来吃油用的，兄弟们。咱把牛肉这个血水去一下，兄弟们，得好好抓一抓。完了，猴哥在那边拍大蒜。我们把牛肉腌一下，兄弟们，腌过以后更加入味，更加嫩了。来点胡椒粉，来点盐，来点料酒，再来点酱油，再敲一个鸡蛋进去，兄弟们。好了，开始抓拌抓拌。抓拌抓拌。正规的做应该是放蛋清的，但是咱们整个敲进去吧，不然蛋黄没法吃了。这样弄出来以后，这个牛肉会非常的嫩。最后一步，咱们再放一点这个生粉进去。好嘞，再放点生粉，抓一抓就可以了。抓一点油。好嘞，稍微倒一点点油。腌个半小时，咱们开始做饭了，兄弟们。开始了，兄弟们！火锅底料快到！好嘞，来点火锅底料。豆瓣酱快到！炒一炒。来点豆瓣酱，来点火锅底料，炒出红油，炒出香味，兄弟们。辣椒快到！来点料酒。好嘞。酱油快到！水快到！好嘞，直接加水了。加点盐，加点底味进去，兄弟们。胡椒粉。够用了，孩子，好多，嘿。腐竹快到。好嘞，开锅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先下腐竹。牛肉快到。再把牛肉下去，因为这个腐竹跟牛肉都是很好熟的东西，咱们就一起下锅了，烫一烫就可以吃饭了。好嘞，鸡精下去出锅，兄弟们，够了。叔叔阿姨就过了，直接把牛肉就浇在这个生菜上就可以了。好香，好香。对，把这个汤浇上，兄弟们。把料头撒在中间，等下来吃油啊。来，兄弟们，咱们吃油。油，哇塞！哇塞，太帅了，这。好香啊！好香的喂！同志们，开饭了，开饭！好嘞，开始吃饭，兄弟们，赶快尝一尝我们做的水煮牛肉。好。红油相对有点少啊，但是口味应该会不错啊。牛肉还嫩乎，可以哈。好吃啊！看你烫的，慢点吃。小翠那一下搞那么多花椒，受不了了是不是？好不好吃，小翠？好吃。好的。好吃不？干活。好的。
大王，你看你夹个菜，我好累哦。搞块肉搞了半天，可以啊。哎。今天这个菜下饭不？下饭。哎，今天这菜绝对下饭。小翠，你喜不喜欢吃生菜啊？沙拉的。嗯。OK， 赶快尝一口。哦、小翠也怕烫啊。加点花椒，对，花椒麻椒。我现在说要是用叉子，就拿到好多花椒。啊，用筷子。猴哥，今天吃饭怎么不说话呀？啊？兄弟们，我知道猴哥在想什么。今天咱们没有分餐哦，四个人一块吃的。猴哥在，那小子在那加快速度呢。他跟大野王的比赛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两个这边这两个吃的文不津津的又慢，这边这两个啥话也不说，使劲在那吃。慢点吃哦。好。嗯。哎，养成好习惯。不能前功尽弃。肉肉，你挑什么呢？把碗里的吃完再弄。哎呦我去！你夹那么多，你一口你一个斧头都吃不了，吃一半。吃饱了，你小子，就你带头抢，你看菜都没了，现在饭没吃完怎么办？现在，猴哥，又吃饱了，大爷王，哇塞，猴哥也吃饱了哈，嗯，嗯，菜吃光光，兄弟们，来，孩子们，跟叔叔阿姨们再见，叔叔阿姨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啊，拜拜，兄弟们，今天菜太成功了哈，明天见。